前段时间，宝宝们去电影院了吗？阿拉丁真人电影简直不能再好看了。里面的茉莉公主，算是 Disney 公司这几年致力于塑造的女权主义女性形象代表。谁说女性就要都是软妹？女生掌握自己生活的时候是真的刚吗？大老衫是什么？大老衫怎么选？大老衫谁来穿？大老衫怎么搭配？穿上夏威夷衫，我有如下的搭配建议。一、白色或者黑色的内搭，偶尔也可以选择纯色，具体颜色是衬衫花纹而定。